这是太君的茶，顾某不敢享用。请喝吧。大嘴说的话，你不听了吗？ 是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
咱们就到了。是啊，到家了。 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走！走！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脱离危险了！大总，大总，你醒醒！醒醒啊！ 苏梅，陈政委，啊，你来了。是啊，我是无数不登三宝殿。又有新的任务。林萧呢？我去找他。狼哥，先带陈政委去古堡。嗯，陈政委这边请。